嗨，开始猜字交朋友的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宋博伟，我是 Kid。第二季已经开拍了嘛，然后所以在这边呢，要跟凯勋哥、然后凡希还有秋生哥说声加油。然后我常常也会怀念，就是跟秋生哥、跟 Kid 哥你们一起在外面开着餐车到处爬爬走的日子。所以这一次，想必秋生哥一定结交了更多的新朋友。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企划，我希望会有泪水跟汗水，希望第二季呢能够做出更真实。然后更完整的一个内容，非常非常期待你们播出，未来播出节目收视场。